你知道我心中有一个刺是拔不掉的。他说：“你又不会生小孩，你也不会开车，你又不会做菜。” No way！ 我觉得你们要现在立刻离婚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头有点痛了，我突然飙泪。然后我说：“黄国伦，像一个女人，就算不会做菜，不会生小孩，可是可以帮男人打天下。我觉得秦始皇跟汉高祖都想娶我。我的妈呀，太会吵架了吧！太会吵架了。”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